啊！完蛋，干你！刚那个头砍下去就知道不对劲了。跟我来，那是谁？我突然好后悔用中文哦。啊，以前都是 What are you buying? What are you buying? Thank you. Thank you. 花钱也买不到，你真懂行，老弟。弹几乎可以贯穿一切，你真懂行，老弟，不愧是我小老弟。你哪行的哟，老弟？哪行的哟？我看你要这多人哦，你哪行的哟？悉心调教过的武器可以弥补技术上的不足，朋友。那你他妈是在说我很烂，是不是？啊！你也中招了啊！哎、欸，干你娘！靠腰这边怎么也有？哇塞呢？还哇塞！谁叫你不看前面？被打了吧，活该！他现在在研究那个捕兽夹，是不是？快被夹到了！千万不要动！怎么被夹到呢？真可爱！谢谢。客气不客气。哎，你怎么又被夹到了？我来帮你打开。怎么这么不小心呢？能走吗？下次要看地板。哎，有钱呢。哎，又怎么了？你怎么又被夹了？走路要看路啊！你们好了，你们上流社会的是走路都不看地板的吗？也许能保命。买这个。你买了往哪里放？口袋吗？他是在呛我吗？他现在是仗着一定会有一个王八蛋跟他买枪，就把他呛爆了。干我他妈出这个城堡回到家里，我一定上网上 Google 给爱心评论，评论写说他妈的废话有够多，东西卖的又贵，废话又多，大家不要跟他买东西，谁买谁傻逼。欢迎你们来到我的城堡，非常荣幸终于能一睹你的风采。Kennedy 先生，哎，他妈的是谁啊？我，请你们叫我 Ramon， 我就不兜圈子，有话直说了。干你！哎，讲奇怪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干，怎么他妈突然洗澡了？没有，我都习惯遇到什么事情，我先停下来看一看。哎、欸，都没有。利亚，这边！干你娘嘞！你在搞什么？快点！直接靠背哦。这样。我操你个老母！还要等人被打进动画，我干你妈！专门给你的，林耀，打爆他！嘿，我们要赶时间吗？
哦，说回来，说什么？希望你喜欢过山车。我没有脱轨吗？帮我一把，米爷奶奶，快把那些板子打掉。侯爷，快打板子，我就撞上了。看前面，快打木板。干你！总算可以安静一下了。你安静好不好？我讨厌虫子，替我关照关照他们行不行？你能不能少开嘴炮，多开枪？嘿，我负责动脑，你负责动手。So cute， 可爱。干，拜托，什么水上摩托车无伤？那应该是标准中的标准的事情吧？不要小看我们五国水军。你喜欢过山车吗？太喜欢了！太喜欢了！那你一定会喜欢这个。阿扁巴巴大侠，靠呗，过了啦。我不知道，这太刺激了，太刺激了。今天无伤该有奖杯吧，我猜。